我们做人不能只看到自己失去了什么，而是应该看到自己得到了些什么，要有一颗感恩的心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演进了各种各样的人物，穿越了各个故事的空间，现在留下给我的人生是美好和多姿的。我喜爱我的工作，我喜欢我每一天的工作，我没有掉队，我一直都坚守着我的岗位。回首就是回头一看，心里很澎湃，但是充满了感激。点击下面，不是我的下面啊，我是讲点击下面就是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，点击上面呢，向你收看了上一集非常劲爆的八卦四方 ，seriously 要看志在四方的，请到 Togger。